去原判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真的，咱终于，真是太好了！总队长，这场官司打得非常漂亮，也非常圆满呐！啊，我们立马就回去了，回到总队呢，我再向你汇报。好的，好。再见，陈处长。啊，陈处长，朱三来和受灾户的调解协议都签了。这个受灾住户呢，平分赔偿金的60%，朱三来得60%，法院还免去了他们的诉讼费。<笑>好，这场官司打出这样一个局面，<笑>这叫不打不成交啊！啊，哟<笑>，杨律师，洪队长，您怎么来了？ 我来和程处长说两句话。别，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怎么说他们是我请来的。<笑>程处长，你好。程部长，你好。我今天啊，真心实意的承认，这些诉讼失败了，但我心服口服。不，我认为啊，谁都没败。刚才那个洪支队长说，朱三来和受灾户们达成了谅解协议，这就是一件好事吗？ 程处长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您收下。哎，这个我不能要。<笑>我和程处长单独聊两句。好的，我以前在国外啊，也代理过两起火灾调查，也接触过著名的火查专家特拉法和伊斯坦亚。我原来以为啊，只有国外的火灾调查才是最科学、最具权威性的。 可没想到，中国的火查专家在这样一起疑难程度极高、几乎没有取证可能性的火灾调查里，滴水不漏地查出真正原因，而且拿出结论，处处还让人折服。嘿，这要是在国外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儿。可今天啊，我彻底的心悦诚服。你说的这两个外国火查专家，都与我交流过。 我们中国是一个火灾多发国家，起火因素比国外火场复杂得多。我们中国的火查官兵每年要调查成千上百起火灾事故，在火灾调查方面，已经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技术的支撑，更有一支不断成熟的火灾调查专业队伍。 我承认，在接手这起案子之前，我的确有急功近利的想法。我很想打败您，通过这起案子一举成名。这要是在国外，我有100%胜算的把握。但是我败了，也败出名了。程处长，我希望您能收我这样一个律师徒弟。啊，当然您愿意的话。 喝点水吧，好，不用太客气。这段时间你们够辛苦的，天也热啊。部长，啊，零点歌星的案子就算结了啊。这是我们跟刑警大队汇总的材料，都在这儿。这是火灾认定、鉴定书，就等您签字了。哈，我算交差了。<笑>我的妈呀！ 就这么几天功夫，就搞出这么多的材料，啊，了不起啊！程部长，我们刑警队的意见就一点，完全同意程处长的调查结论。那只猫闹的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一只猫。程部长，你们忙，我们先走了，有事儿电我。哎，刘队长，这次火灾调查，刑警队、火查处。 在侦破思路上，可谓是不谋而合呀！希望你们今后能够长此以往，啊！<笑>但愿如此吧，一定一定的，<笑>一定会的。好，哎，哎。
想不到，打死都想不到，一只小小的野猫进来，便酿成这么大的灾难，悲哀，真是悲哀呀！这点上，确实应该好好总结总结。另外，凯琳啊，你们应该再从另一方面再写一份总结材料。 这次零点歌厅得调查过程，应该从几方面好好总结总结。您说，都哪几点啊？这样啊，我那是抛砖引玉，供你们参考。第一，勘察的思路和方案的确立是正确的。在当初不排除有人纵火的同时，不放弃对痕迹。 物证的勘查和收集，最终确立了起火的部位和起火的原因。第二，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辅助侦查，提高了勘查的效率。第三呢，大胆假想，模拟分析相结合。第四，与公安派出所紧密合作，在查找证人方面。 不仅快，而且准。部长，您这不都总结出来了吗？这还让我们写啊？就您这几点，让徐参谋他们划了几下就出来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只是提纲挈领这么一说，理论性、规律性的东西他们是搞不出来的。不写，不签字啊？那是啊。<笑>哎，对了，我还落了最重要的一点。 看起来这场火灾是猫引起的，根子责任还是在人？电烙铁用完了不断电，是这场火灾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说，消防的关键是在防。假如说当初有一人看见了，拔下了电源开关，别说是一只猫，就是一窝猫，它也没有事儿。 南陈支队、吴支队长，请你报告情况。报告总队长，我支队吴中队已到达火场，正在展开侦查，并组织周边居民有序疏散。三中队在前往增援途中，5分钟内到达。好，请你们随时报告扑救情况。明白。参谋长，现在由你来指挥了。是。哎，120到了，已经在赶往现场。 交通指挥中心已派员上路，控制了南三环5号立交桥，保证救援道路畅通。好，你估计他们要赶到现场多少时间？大概得15分钟左右。到场以后主要是先控制，然后再去救人。首长，这是文件，请批阅。 这个文件先放我这儿，一会儿我和参谋长研究后再批。你看，花园街5号居民楼发生了火灾，现在正在扑救。你们火察处能否先期赶到现场？是，我马上向处长报告。哎呀，这个杨律师啊，还真是个人物啊。哼，他曾经这么说过。 他在法庭上也反复强调过，他虽然尊重火灾认定的不可塑性，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：一旦有人对火灾调查的结论和认定等产生质疑和引起争议，我们将如何面对啊？啊，总不能你陈凯琳天天出庭啊去作证去吧？ 是的呀，这是个有关行政诉讼立法的问题，同时也对我们火灾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组长，啊，陈部长也在。怎么回事？南城花园街5号居民楼发生火灾，总队长要求我们火察处先期介入。立功，立功。
这一带找不到高德良，我命令何小刚、林峰随我先赶到中心火场。是，周元，你和李兰带上器材，勘察车随后赶到，展开外围调查。是。 来这么快，我还说等我们考察科科长来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。总队长让我们尽快过来。这是片老居民区，人口密集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们来到后很快就控制了火势，十分钟扑灭明火，大火没有蔓延到邻居。但是有个孩子烧死了。什么？烧死孩子？是一个11岁的女孩。 所有的角度都拍了，看清楚了。现在闭上眼睛，我也可以画出这个屋子里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、烧火的程度。说说起火部位。在屋子的中央，床和电视柜之间的位置。利用。从现场可以看出。 大火是以屋中央为中心点，向四面呈辐射状的燃烧，所有受热灯被烧烤的一面都向火源方向倾斜倒塌。您看床，外部床沿一侧已经全部烧毁，并向屋中央倒塌，而对面的电视柜也同样存在着向屋中央起火部位倒塌，导致上面的电视机掉落在地上，正好掉落在起火部位的最近处，致使电视机被燃烧。 并引起爆炸，还有靠窗的书柜、椅子、衣柜，还有五斗橱，同样存在着朝向火源方向，即屋中央方向烧毁严重，并向该方向倾倒的状态。这说明起火的部位就在屋子的中央。好，我刚才没让你贸然进来，就是让你先看、先观察，记住自己的第一感觉。 对于一个相当有调查经验的火查人员来说，第一感觉就是一种灵感的闪现。处长，我怎么没有您说的第一感觉？这个第一感觉在哪儿？它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的第一感觉，这是一个杀人现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孩子是被人杀害的？ 你是说这个孩子是先被人杀害之后，再伪造成火灾现场，还是说这个孩子是在熟睡中被人点着火，然后活活的烧死？
我只是觉得这起火灾有些奇怪，不太正常。孩子的死因让人费解，再加上常总队长今天为什么突然让我们提前赶到现场？你是说，总队长对这起离奇的火灾早有预感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离奇火灾，火灾离奇，不到现场谁也想象不到。一切结论等展开调查后再说。好，我现在就叫林峰上来。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，把勘烟器材送上来，然后你跟周处长李兰展开外围调查。处长，外围调查的范围，女孩的尸检结果，起火房屋主人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人际关系和他的身份，房屋财产所有权，是否购买过股票、保险等等。一小时后要。一个小时？24个小时能弄清楚就不错了。处长，我是周元，我们马上行动，一个小时内全部搞定。去吧。成。看到了吧？要想给程处当徒弟，就别想有一秒钟的偷懒。程处当年可是你爸爸的关门弟子，也只有他了。哎，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怎么不是周老的弟子？程处能当我父亲的关门弟子，毕竟有他的过人之处，不是我当女儿能做得到的。是吗？有一次出现场，爸爸的脚被钉子扎穿了，随后3个月里头，上下班都是程处背着接送，回来后亲手又帮爸爸端水、洗脚、换药，就连我妈都插不上手。真的？那处长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这就是真心学佛的样子。一个真心想得到真传的弟子，对师父那就要像对神一样的敬重和虔诚。别笑啊，这是真的。就像唐三藏到西天取经一样，面对佛祖就要虔诚的五体投地。现在的学生哪可能这么做呀？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，师道尊严也不再讲了，哪还有敬畏师父的呀？那你是亲生女儿吗？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经常跟我爸顶牛，他不喜欢我的性格，教我两手还可以，但真传我就得不到了。真传？什么是真传？我也说不上来。有些人到了一定的程度或境界，彼此之间某种感觉就能转化成一种心灵的沟通。我父亲说一，程处就能感悟出3、5来；我父亲说3，我能理解出1、2就不错了。差这么多吗？程处，咱走吧。你这是连大门都没进去吧？中心现场不让进，我在外屋待了1分钟就出来了。这今天这一切怎么都怪怪的呀？好吧，执行任务吧，我们开那台车走。好。您看出什么来了？这里有一块软性痕迹呀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这种痕迹是隐形的，因为地面被水浸泡过，表层水泥是湿的，不容易看出来。但你看这儿。好像有什么液体流过现场。对，而且燃烧过。是汽油、柴油、香蕉水还是酒精呢？是什么助燃剂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有人放火了。
程处，房主赵先生回来了。在哪儿？在外屋。家借来了，邻居给送过来的，完了，几十年的家当全没了。你看，你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叫什么？赵锦，赵钱孙里的赵，锦上添花的锦。也是那锦州的锦。也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的锦。你说什么呀？赵姐，你女儿平时跟谁在一起？是跟你，还是跟他妈？跟我，跟我。就一个女儿。我就一个女儿。他妈呢？前年去世了。因为什么？癌症，肝癌。你这供着关老爷是祈求什么？求点小财吧。哦，这么说你发了。是，发点小财。谈谈失火前的情况吧。这样，我昨天晚上在朋友家打麻将，打了一宿到天亮。然后呢，我这送两个朋友打出租车，但是早高峰车不好打，打了半天才打着。他们走了以后呢，我就往家走。反正我们家离得也不远，我就走到我们这个胡同口，就这个街口，就看见那个便利店的张婶跑过来跟我说：“赵锦呢？你们家失火了，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？”刘哥今早出门上班也看见赵锦了。啊，行，谢谢您啊，张婶。哎，不客气。你刚才说在胡同口遇上个叫张婶的？是，开便利店的，我们家老邻居。还有别人吗？有，刘哥。刘哥上班，我正碰见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还骂我了。我赵锦呢？你光顾着在外边赌博，家都不管了。我一听说我们家起火了，我就急了，我就往家跑，跑到我们的楼道口，被警察给拦住。我说我想救女儿去。他们不让我进去，我还是冲进去了。到楼门口，我刚走了几级台阶，我就看我们家这个楼道全是浓烟和火，我知道根本进不去。后来被你们消防队员把我拉了出去，完了。爷们，可怜的女儿，
老吴，哎，今天调查就到这儿，我们回去等化验结果。注意保护现场，尤其是那个户主赵锦，不能让他随便进入现场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布置。好，处长，哎，勘查完了，还没完，尸检报告出来了，还有那么快啊？你说一个小时要，人家就得一个小时把报告给你拿出来。嘿，我们从胡同口开始，一家一家的了解情况。 胡同口便利店的张婶说呀，起火后，她看见过赵锦，当时啊，她刚从外面打牌回来，还不知道自己家着火了，是吗？她是怎么说的？便利店老板娘说，她平时挺喜欢赵家小姑娘的，没想到眨眼功夫，孩子就没了，太让人痛心了。我们就追问赵家的情况，张婶说，女孩的父亲赵锦最近经常晚上去打麻将，今天就是早上才回来的。后来我们又问了。 便利店边上住户老刘，他说早上出来的时候也遇到了赵锦。哎呦，真是巧了，我们也想去调查这个便利店的老板娘，没想到你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哎，难道说起火这家人跟便利店有关系？赵锦说的情况和你们调查的情况是一致的，看来赵锦没有撒谎，而且不谋而合地得到了证人的证明。 起火点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起火点还没有完全确认，但起火部位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女孩睡觉的房间，靠近中央的位置。至于起火点、起火原因，还待进一步调查。我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 陈叔，你感觉这起火灾人为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如果赵锦的确晚上去玩牌了，而且一直玩到天亮才回来，一切活动又有证人给予证明，可以排除赵锦的嫌疑啊。排除赵锦的嫌疑，但并不排除人为和他杀。你什么意思？ 如果不排除他杀和有人故意纵火，那我们就做好提前移交刑侦的准备。如果完全排除，那就只能多多辛苦你们火场处了。需要我们支队做什么，你尽管吩咐。你处理工作太忙，全市乃至全国的重特大火灾事故，你都必须到场。我担心你们忙不过来。 老吴啊，你这点小心眼我还看不出来。你是怕我一忙上别的活，把这起火灾事故调查搁一边了？还是抓紧点好，早结案，早消停，要不这街道上社区里受灾户会成天来找。找你麻烦，哼，我明白。沉住气，三天内结。 你看，我可没有逼你的意思啊。哼，三天肯定不行，我知道，至少十天，十天之内啊，咱能拿出认定书，我就好跟区里有个交代。好，师弟。哎，陈叔，支队干部们都想请你吃个晚饭什么的。有这想法，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一直在忙，我哪敢打搅你啊？ 都想请我们吃个饭，看您呢，您想吃什么，我让他们准备。好，我想想，我想完了告诉你。啊，哎，他们怎么走了？ 感谢支队和你的盛情，案情让人痛心，寝食难安。三日后，我请诸位兄弟展开联谊。
不是爸爸过生日。你爸一年过几次生日啊？嗯？那给他买这么多好吃的，其实都是给你买的。爸爸怎么好意思吃这么多呀？他最后肯定都是留给你的，全都是你的。但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爸爸最喜欢吃的。那你吃，耶，豆豆，哇，好好玩哦，豆豆豆豆。丫丫，别看了，来，走走走。那你直说是给我买的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非要选给爸爸，再让爸爸把吃剩下的给我，好虚伪哦。你还懂虚伪啊？一般吧。好了，妈妈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爸。等会儿见爸爸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跟爸爸说，丫丫最喜欢当警察的爸爸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哎，丫丫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带你再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丫丫，怎么了？走了。爸爸在里面。你说说看，是什么味道？这味道嘛，你找柯凡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。跟这么一个女人在一起鬼混，我怎么鬼混了？我是在跟斯特朱丹总经理谈工作、谈业务。什么？你已经出来谈业务了？朱元，你怎么把丫丫带到这种地方来了？既然大人把事情都做出来，还有什么怕见光的？不是，朱元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是在谈工作。你就是圆圆吧？你好，我是斯特朱丹。早就听柯凡说起你，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认识一下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巧遇了，幸会哈。我知道你可能不太喜欢商界女流，没有关系，行业不同所致嘛。像你们搞公安和消防的，其实跟我们隔着真的是十万八千里，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可谁又能想得清楚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，你家老公一辞职，第一个选择就是来我的公司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吧？说不定以后我们交往的机会会更多呢。柯凡，你也真是的，也不把我介绍一下，你看把圆圆弄得这么尴尬。哦，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？啊，朱元，这位是？不用了，不就是合资企业的老板吗？是，我是维斯特亚药业集团中国公司的总经理斯特朱丹。不瞒你说，我跟柯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，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对他非常有好感，
我相信柯凡要不是一名警察，他肯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、商人，甚至会是千万财富的拥有者。哟，这是丫丫吧？真可爱的一个小朋友。你好，几岁了？主任，你干嘛非得这样？咱们出去谈谈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？跟见了仇人似的，好像人家欠了你什么东西一样。你这是干嘛？我算是知道了，就是这个女人挑唆你离开警队，鼓动你辞职的，对吗？这跟人家没关系，辞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怎么带到人家头上了？丫丫，你知道阿姨是哪个国家的吗？不知道。难道你是外国人吗？阿姨不是外国人，阿姨是外国身份的中国人，是来中国投资企业的。啊，这样说你可能不太懂。来，你看这个啊。你看这个，好看吗？丫丫，这个呀是阿姨在巴西的别墅。丫丫要是喜欢的话，以后呢每年都让你爸爸带你到这边度假。你看这地方多好玩啊！你看还有很多的外国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将来以后啊，你会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的。丫丫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阿姨会花很多很多的钱，把丫丫接到国外去，从小在那里生活和学习，享受最好的教育，过上天堂一样的生活，怎么样？还行吧。真乖。来看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也不喜欢他，但是他给我的待遇实在是太有优势了，是不可抗拒的，起码在当前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嘛。我真不明白了，你要什么样的满足啊？哎，刘进军占了我大队长的位置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再努力一些还是有机会的嘛，你辞职了一切机会都没有了。朱元啊，很多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突然宣布任职命令，刘进军顶了我的位置，这不明显是要把我摆在边缘化吗？啊，让我柯凡拿着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，我柯凡做不到。你怎么就不知道反思一下自己的表现呢？我表现怎么了？我的成绩都带到刘进军的头顶上了，我再努力也是白搭。人家斯特朱丹给我这么高的年薪，这么好的待遇，我干嘛不去啊？我有病啊！我就是想让警队的兄弟看看，我柯凡离开他们，照样是条好汉。你，没想到你变成这样。对，我就是厌恶，就是不安，这是我的直觉，我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不需要。真是莫名其妙。我第一次不靠组织，靠我自己，找到了一份自己以为得意的工作。不是，你为什么就这么反感？你这种危机和不安大可不必。柯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对你有外遇，不是没有预感。警队里对你议论，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了，一切我都看见了，丫丫也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我看的一切。朱元，同样，你这种看法会给丫丫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创伤，你知道吗？丫丫，咱们走。哎，圆圆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请你们一家人吃宵夜怎么样？行了，别给我添乱。你。
你说谁呢？说我是火掌神探的。如果说赵瑾有烧死自己女儿的嫌疑，不合情理。我老是处在自己推翻自己的状态中。我们行访到一位老中医，约好了今天给你们看病。我看你家老爷子是在跟我调情。刚才我看到我们处长都瘫那儿了。